爸做爸爸，人家那的五十岁啦。以前那人家那的老岁，他就往卫生的木板来生给俺们吃人家。别破那婆婆哎呀，反正啊，反正给他妈婆婆，我把那爸爸把双肩俺拿把苦的手摊到那木头那嘛，别俺上班。俺阿哥想米子有那老路爹爹，那咕噜咕噜哎哎，咱不皮死了你，俺老挺气你。我爸爸哭，我爸爸你阿弟，我阿公做那老父老他处理说，我等下车个慢车，可能我把你撞。我看到俺前生伢婆那给那提那安个。哎，爸爸你可别死那个，你可别死，我这个我刚刚爱开路的，我啥的事看清楚，我们都出门了哪里？啊啊！我听啊，今年学生过，我们都五十了，再他妈学生过五十，你去说你要别了不给的五十。我听啊，人听你说，我把伢婆难听的，你们爹娘弄开了，我们听说侬爹娘弄开了。